戴利的塔罗占卜频道，我是喵戴利。今天的占卜主题是断联暧昧，或者濒临结束的暧昧哦，分手边缘，已经分手的大家哦，这样子的关系接下来会怎么发展？我们也想看看，以及对方内心的真实想法，对你有什么说不出口的真心话，我们都一起来看看。那今天的选项是。喵戴利最近刚做好的三只猫咪雕塑，好久没做猫了，过程很疗愈。一二三，大家可以开始凭直觉做选择了。第一个选项是大爆，假装猎豹的猫咪哦，这是第一个选项。2022年最新款。有人有密集恐惧症吗？这是第一个选项，2022年收藏款。接下来这三只猫咪会在官网出售 ，meowdry.com， 有点重量，但是也没有太重，因为是进口树脂制作。好，第二个选项是。喵戴利口味的肥猫，这是第二个选项。往上看，眼睛会发亮；往下看，很机车。这是第二个选项。第三个选项是绅士猫。还有带酒红色的领结哦。那看起来很内向。很懂礼貌。不像有些留言。开玩笑，这是第三个选项。折手收。一二三，大家可以开始凭直觉做选择了。制作过程其实蛮累的，要一直打磨，然后一直上色，打磨上漆，打磨上漆，直到它非常平滑，但是也很疗愈哦，就是可以消除心中的烦恼。好，选项。以及以上所有的喵戴利塔罗跟家人一起制作的牌卡，接下来在我们的官网 meowdry.com 会持续有优惠的活动。那买牌送相应课程的活动截至12月，欢迎大家至官网购买。然后也非常感谢所有购买牌卡、喵戴利作品以及手作别针跟我定制雕塑宠物别针，还有。购买我的杯子的大家，非常感谢，感谢台湾的客人、香港的客人、内地的客人、日本的客人、美国的客人哦，非常感谢哦，特别美国的客人邮费真的非常贵，还跟我购买，非常感谢，非常感动，希望能够尽快收到。哦，以及之前购买，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大家。至诚感谢，希望你们收到牌卡都能够开心幸福，愿牌卡带给你无限的好运。
也愿你们的每一天都开心、幸福、健康、平安。谢谢大家。关于我们的恋爱心理神谕卡，接下来会在下个星期下一集的大众占卜开设，因为我还没有收到，已经印刷完成了。接下来会拍摄牌卡的照片，那新版就是升级版的这一副牌卡，下面是会有中文中英对照，然后会有更多的内容哦，非常的具细明义，告诉你恋爱中你或者对方可能有受过什么样子的伤痛，可能有什么样子的迷思盲点，或者遇到了什么问题可以怎么去面对处理，是一副很疗愈的牌，也很对症下药，了解自己，了解对方，所以我自己很期待，我自己也没有看过印刷出来的样子，我们就敬请期待下一集的大众占卜吧，卖个关子。好，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占卜咯。断联暧昧分手边缘或已分手。第一组的大家，首先来对应一下你跟心里所想的这个对象目前的关系现状为何，你可以对应看看，如果说完全没有符合，请参考第二组或第三组的解牌。好，看起来第一组的大家在你眼中哦，这个关系就是彻底的结束、分手或断联了，但是其实没有说得很清楚，没有很确切这个是不是分手，但对你来讲，你认为就是分手，就是结束，就是这样。那感觉上是你比较主动的想要断舍离，或者想要赶快有一个结论，因为你要的是很对等的关系哦，圣杯二。或者你知道两个人是互相喜欢的，但是这个人给你的感觉是他很自私，他只顾自己，或者某方面你也很确定自己要的是什么。而你觉得你心目中的恋爱不是这样的，而是更好，或者对方更愿意付出，更愿意能够达到你想要的恋爱的模样。好，总之对方可能跟你个性有一点差异，或者你觉得他不用心。好，后面的牌。感觉上，如果说现在是在一个默认断联的状况的话，接下来可能会有一个突发状况发生哦。如果说你们还没有彻底的决裂或者彻底的结束的话，第一个解释，你们之间还会有其他的状况发生，可能是结束，可能是争吵。那如果说你们已经分手，是彼此的前任，但是有点暧昧，也没有很确切说明白到底是当朋友还是已经结束了的话，接下来还是会有一个突发状况，不管怎么样都会有一个突发状况发生。空白牌，圣杯六，钱币一，死神，关系会有一个重大的转变哦。如果说你们现在是朋友暧昧，接下来会有一个重大的转变，如果说是彼此的前任，也会有一个重大的转变。这个转变可能是带来心痛，所以可能是分手，或者可能是对方跟你说他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对你来讲，这个不知道该怎么办的一个答案就是结束。那看起来选到第一组，那你们很希望可以让对方来做一个符合你心目中的想要的行为或者承诺，但可能就是冷战，或者说互相认为对方有更多的责任要让这个关系变好，就你认为应该由他主动提出这个关系该怎么发展，而对方会认为他没有办法去
给出一个答案，大致这样。好，那对对方来讲，他对于这段关系的想法是什么呢？他觉得第一组大家，你们可能问题在于你自己工作压力很大，或者你是一个对关系、对工作、对自己都期望很高的人。第一个解释，他觉得你是一个期望很高、要的很多，而他不见得能够符合你的期待哦，或者你的期望很高会让你自己很不高兴，也让他很不高兴。你总是会觉得他让你很失望，而他总是会觉得自己总是让人失望。钱币侍者，好，但你也有好的一面，这也是你的优点，就是你是一个很认真的人，你对爱情、对生活、对工作，你都很认真。但在关系之中，你可能会是一个很较劲，或者会给自己一些压力，同时你的压力也会带给对方压力的个性哦。你会希望一切都有好的规划，你会想得很长远等等。好，所以对对方来讲，他觉得你的期望或者你的不安全感会让关系变得紧张，但同时他也看得到你是一个很不错的人，很优秀。我们来看还有什么其他的牌哦，看起来现在是在一个没有联络的状态哦，可能第一组大家你们把他封锁了吗？或者你就是不看他的任何东西就对了，形同封锁、晋升这样。好，然后他觉得说，可能你很忙吧，你每天都很忙，他有在偷偷观察你在干嘛，可能你的 po 文，或你如果说他看得到你的 po 文的话，可能你只分享跟工作有关的东西，而对方也在一个压力很大，或者非常卖力工作的阶段。然后其实对于两个人关系状态，他有一种被打脸的感觉，被羞辱、被打脸，或者说自尊心受伤的感觉，就是你不理他，或者冷战断联，就冷战断联的意思，冷战断联，或者两个人关系现在一个状况，他觉得自己好像被边缘化，或者就是被看扁、被看透了。他有这种感觉，最大原因还是你们之间的沟通。好，你们之间之前如果有吵架，或者你跟他说了一些话，让他感觉到一种被拒绝，或者被嫌恶的感觉。好，或者你跟他说的话，他感觉到了一种恶意或攻击，是你认为这个关系走到今天这样，他是一个罪魁祸首，或者他带给你很多负面影响，他让你的生活变得不好，他是一个很糟糕的人等等。总之你会让他觉得他做人很失败之类的，很差劲。那他认为啦，其实两个人的关系他也没有想的太多，或者说没有太该怎么讲，没有很复杂的目的，没有想要欺骗你，没有想要伤害你，他想要的就是单纯两个人可以吹吹风、说说话，是张学友。总之，他就想要跟你说说话，轻松的沟通、交谈、互相陪伴。很纯粹的，然后你有让他放松哦，就像走入大自然。但是你好像有一点走心的，或者说就是
可能他说了什么话让你觉得就在说你哦，有一点对号入座，或者他说了什么样子他自己的想法，你认为他对你有什么意见等等。总之就是两个人之间好像有一种互相被得罪的感觉，特别是第一组他，你没有被他得罪，牌卡上面看起来有一种被他得罪的氛围哦。那他要的不过就是轻松的开开玩笑说说话，只是对方比较简单的想法哦。好，我们来看后面的牌。那这段关系接下来会怎么发展呢？看起来对方的打算会是他可能会若有似无的出现在你的生活中，或者想让你看见他的存在哦，刷存在感。就他会做一些这样子的动作，但并不代表有什么实质上的付出。若有似无，或一下消失，一下出现。其实他是在思考说，这关系他到底要不要有所行动，他有在考虑要不要进入一个关系，或者要不要主动跟你沟通，或者要不要复合，要不要怎么样，关系要不要进展到下一个阶段呢？他有在考虑。所以一下出现一下消失，就是一个试探你测试水温的动作或动机。那看起来如果说有机会的话，对方还是蛮希望说可以跟你朝一个共筑未来的方向发展。钱币三，钱币十，所以他本身算是一个传统的人，或者骨子里是一个传统的人，会希望说朝长远或者结婚为前提的方向发展呢，看看两个人适不适合组建家庭，适不适合朝这个方向发展。好，所以以对方的角度来说，他还是有在考虑两个人适不适合，如果适合的话，希望可以长远稳定的发展，不管你看不看得出来，或者不管你觉不觉得。当然这是一个大众占卜啊，大家如果不相信也没关系。我们来看后面的牌，那这个关系会不会就这么顺遂呢？感觉上第一组的大家，如果说你们其实已经对这个对象死心了的话，或者你对他有很多的成见哦，就是已经形成的没有办法去改变的想法看法的话，我觉得对你来讲，其实你反而你是犹豫的那一方哦，就是你其实已经不喜欢这个人了，或者你觉得你已经看透他了，你发现其实他内在并不是你喜欢的人。然后对地主大家来说，其实你们还蛮喜欢单身的，或者其实你发现你还蛮适合单身的，或者其实你并不是要以结婚为前提交往，你觉得两个人不适合，就你已经认定两个人不适合，所以我觉得两个人还是会有沟通，有联络，或者见面，或者如果是远距离的话，还是会持续发展下去。如果说这是你要的，那恭喜您，你们还是会有发展，还是会互动联络，关系还是蛮热络的。但是第一组大家，你们对于这个人，如果说他有做什么得罪你的事情的话，感觉上你没有打算要原谅这个人哦，你没有打算要给他机会，感觉上好像是聊聊天可以，但要交往你很挑哦。要交往再说。好，后面的牌有什么其他的讯息要给选到第一组大家呢？建议牌，建议牌之后是对方内心的真心话，是说第一组的大家，你们
对于这段关系，如果说可以抛开，就是想要对方完全都认同你，或者完全都跟你一样的话，其实是很难的。就是如果说你要找的对象是跟你很像，或者知道你在想什么，对于关系有共同的期许跟憧憬，或要的是一样的话，其实是很困难的哦。就如果说你是一个不太能接受跟自己不一样的事物的人的话，感觉上的确这个关系很难有好的发展啊。要问问你自己要的是什么。如果说你只想要跟他当朋友的话，那就没有什么问题。但如果说你也想要跟对方走到更远的未来，截至逆位，看起来这个人跟你蛮多差异的，很多你不认同的地方，感觉上不是他认不认同你哦，是你不认同他。你不认同他什么呢？可能你会希望在关系中做很多的努力，然后来让这个关系，就是对方应该要有所回应的时候，就应该要有所回应。可是他可能并不能够每时每刻都给你你所想要的回应，看起来对方是一个不解风情的人，钱币八，或者就是你自己单方面做了很多的努力付出，你希望他是什么反应，但他的反应就是他的反应，你会觉得说你做很多付出都没有达到自己想要的。有可能是这样子的发展，可以想一想，是不是用一种更轻松一点的方式去谈这个恋爱，或者不要付出那么多，至少是你自己感觉上轻松自在的付出就可以了。啊，看起来是你太认真了，或者你会让自己很辛苦、很累。可能是要有仪式感，或者喜欢浪漫，还是说你希望对方陪你说话、聊天、聊你感兴趣的内容哦？不管是什么，这些如果说可以放轻松的话，其实你们关系不会太，不算太糟，看起来还不错。但是你会在关系中变得很紧张，然后你会觉得说有一些不顺遂或者时机不对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两个人是不是真的很不适合，你会很悲观哦。后面的牌其实还是可以给对方再一次机会，或者再花一点时间认识这个人。虽然啦，他的内在灵魂可能不是你的菜，不是你的 type，但你还是可以花点时间或者当做一个旅程，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认识这个人。其实两个人之间的互动或者对彼此的欣赏、喜欢，会慢慢疗愈你哦。然后两个人也的确还蛮适合的，就是内在小孩，你的内在小孩跟对方内在小孩是可以有共同的兴趣，玩在一起是可以沟通的，尽量避免纠正别人呢，或者说想要帮助他做好什么样子的事情，管太多，想要帮助他让他成为更好，帮助他改善，帮助他改掉坏习惯，改变他，让他变得更好，不要有这样子的想法哦，不然他会让你很累，也让对方很累哦，对方会觉得自己永远不足，或者的确需要靠他自己去成为更好的他自己。第一组的大家需要先疗愈自己哦，然后吸引最适合你的人，或者对方也会跟你一起成长，或者如果说你真的已经完全放下这个人的话，就先疗愈自己，趁这一段空窗期让自己成长，让自己慢慢认识了解自己，吸引会跟你一起成长的人。然后，第一组大家，你们内心的伤痛或者创伤，
其实会让你过度反应哦，就像是生存机制。然后在这样的状况下，其实不适合做任何的决定，或者对于这个人，到目前为止还不适合做任何的决定，因为你随时可能会变得情绪化，想要保护自己而做出一些伤人的反应，或者做出一些事后会有一点遗憾的决定。所以看起来这段关系不用太快放弃，不用太快做决定，就给自己多一点时间疗愈自己内心，然后慢慢发展看看也不错，先跟对方当朋友也不错。我们看后面的牌，那对方为什么总是没有办法让你满意呢？好，首先呢，他希望自己的能量或者说他的心情状态其实不太好，他希望能够先对人生、对恋爱，或者说自己的感觉更好，对自己的感觉更好，再去谈一个健康的恋爱。所以对他来讲，其实他也需要先调整自己的状态。然后他的确是希望两个人可以再度回到彼此的生活中，或者再度恢复联络、复合。但是呢，如果说你们两个对金钱有不同的想法的话，他其实有一点担心两个人是不是不是那么适合价值观，或者他对于自己的经济状况没有很多安全感，就他会担心说他现在的状况是不是不太适合谈恋爱，是不是应该全心全意工作，全心全意去先顾好自己的未来再说。还有就是他的确错过了一些时机哦，就是他觉得他是不是已经错过了两个人会在一起的最佳时机，或者他是一个很害怕去面对沟通的人，所以他会先逃跑。然后对于他之前错失的时机，其实对方非常的后悔。然后对方很想念你，或者你们正在互相想念彼此哦。好，这是其他的讯息，那我们来看对方有什么对你说不出口的真心话呢？对面街道上有在跳舞，所以会有一些音响声音，请大家多多包涵。接下来是对方对你说不出口的内心 OS。No other compares to you， 没有人可以跟你比哦，没有人比得上你，你是独一无二的。I'm starting to appreciate how fair you have been。其实我很欣赏，或者说我很感谢你一直以来都很公私分明哦，或者很有原则。All this time and not accepting my bad behavior， 没有接受我的一些糟糕的习惯。譬如说他想要跟你暧昧模糊，但是你没有接受。 Falling into anxiety once I start to focus on our problems， 一旦我专注在我们之间问题，想到我们之间问题，我就会觉得很焦虑。 Afraid of getting worse， 担心害怕关系会变得更糟。No matter who I am with, my thoughts always lead me back to you. 不管我跟谁在一起哦，我都会想到你。I don't understand what this connection really is. 其实有时候我不太确定我们之间的这种连结或者这种关系到底是什么，是爱，是喜欢，还是友情。 Endless possibilities， 我们之间好像无限的可能性。 I must prepare to face the challenges， 我必须要好好准备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进入一段关系之前要想清楚。 I'm putting myself first right now， 我现在把我自己放在第一位哦。
I get scared for being honest with you. 我很害怕对你坦诚哦，或者说对你说出内心所有的想法。I hope the future will bring us together. 我希望未来我们还是会走在一起。I have to deal with my pain to be able to open my heart to love again. 我必须要先处理好自己曾经受过的伤痛，我才能够再度的敞开心胸去爱一次。Ego boost from material achievements. 只有物质成就会让我的自我开始膨胀。So each time I'm insecure about money, I run away. 所以每次我只要对我的存款、经济状况感到不安，我就会逃跑。Run away from you or others. 从别人或从你身边逃离哦，逃离你或逃离别人。好，这个是选到第一组的大家，你今天的解牌，非常感谢你的耐心观看。如果可以的话，请帮我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并且打开小铃铛。选到第一组的大家，如果说你有任何愿望，想要尝试看看念经许愿的方式的话，我们抽到的今天是佛说无常经或者是因果经。选到第一组的大家，你们可以尝试看看念或者抄写无常经或者是因果经，或者两个都抄，两个都念，在念完抄完之后进行大的回向，回向法界、地狱、你的历代祖先、冤亲债主、七世父母、现世父母，或者有的人有无缘子女、无缘的兄弟姐妹，你也可以一起回向。经过这样子大的回向，你许愿的力量很大，你可以许愿祈求家人身体健康，或者工作、学业、爱情、创业顺利，什么样子的愿望目标可以达成，尽量遇到尽早遇到正缘等等，你可以许愿哦。那就祝福选到第一组的大家，希望你们一切顺心、健康、平安，我们就下次再见了，拜拜。第一组的大家，刚才忘记抽天使数字牌，天使讯息哦，这个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上购买。222 Right place, right time。第一组的大家，其实现在是一个对的时间做对的事情，以及你在一个对的地点哦，不用怀疑天时地利人和，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很多事情需要你去妥协或者需要你去调试调整，但请你相信所有的冲突都会带来好的转变跟改变，你会变得更好。然后请你在现有的资源条件环境状态之下去实现你的目标梦想，其实不用太过扩张或者太过求快哦，一步一步来，然后你在一个对的方向。2121 Self reflection， 需要花一点时间自省反省，或者检视自我，检视你自己的内心状态，是不是有一些伤痛还没有疗愈。 Healing from past， 请你可以回顾过往，然后把它们释放掉，可能是一些不好的回忆，请你重新看待，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待。 You might be feeling stuck now， 你可能觉得你现在卡住了，停滞在一个阶段，但是呢，请你从现阶段所有必须要去面对的那些重要事情，或者对你来讲现阶段最重要的任务挑战之中，去发现你的人生方向、人生使命哦，这就是现阶段最重要的课题。202 Revival， 接下来你会获得重生、蜕变、复活，一切都会有一个 divine timing， 一切都在最神圣的时机会发生，好事都会在神圣的时刻、时机发生哦。你可能会在接下来的日子遇到一些意料之外的挑战，但请你一定要用耐心去面对，并且等待这个过程，等待这个过程过去。所以可能有一些事情会
延误，有些事情计划会延迟，可能是你把它推迟，可能是遇到一些什么样的事情，请你不要气馁，一切都在对的时间发生，哦，慢慢来就慢慢来。2323，Be kind，对周围的人友善一点，或者友善的看待所有的人事物哦，可能你会很一针见血的发现问题，可能这是你的特点哦，聪明。You will find the solution。很多事情你会找到解决方案，会获得圆满的结局。Be appreciate what you have。我尽量去想想那些你拥有的事物，你是感谢的心态的话，正面的态度的话，其实接下来你会觉得很开心，然后你会发现你的未来也是很乐观的。所以，请你随时都想想你感谢的那些事情。你的心情就会变得很好，不要去专注在别人的问题，专注在自己身上有什么好事，去发现这些好事哦，不要总是在发现坏事。那这就是选到地主大家这一部分的讯息。选到第二组的大家，首先来对应一下你跟你心里所想的对象目前的关系现状为何哦。你可以对应看看，如果说完全都没有符合，请参考第三组或第一组的解牌。哦，看起来第二组大家心里所想的这个关系之中有一个对自己有很高要求、期待的人哦。可能是指你，可能是指对方，或者两个人状态都是这样。工作是第一，然后其他的就第二、第三，或者说把感情放在最后。圣杯一，哦，虽然两个人彼此心里双方都有一点感觉，看到对方的时候，潜意识都会觉得很喜悦，内心充满喜悦，或者双方带给彼此很多的创意啊、想象力，让人想要变得更好。但是这个关系看起来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跟进展哦，就至今为止，圣杯三逆位，很久没见面或者即将结束。就即将，渐行渐远。譬如说毕业的，大家就各奔东西，或者其中一方离职，还是怎么样？或者这个关系之中有一方是有其他的选择，然后有这样子的解释。但看起来这一组有两种解释，可能有两种族群在看这一组的牌。好，所以有部分的人可能。其中一方是有其他对象的，有部分的人只是没有很熟，然后接下来好像渐行渐远这样子。那对于这个渐行渐远，第二组那家你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做选择，或者该怎么做，对于这个关系，内心是有点混乱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既不想要。去很主动的追求这个关系，或者放手一搏，又不想要就这样子算了，所以很苦恼。我可能是指你，可能是指对方，但看起来比较偏向是第二组大家，你们不确定到底应该很主动去告白看看呢，还是算了，还是就渐行渐远，顺其自然。反正是我的就是我的，不是我的就算了，不知道该怎么选了，好像两个都让人心烦意乱。好，那第二组大家，你们对于这个人的想法是什么？是说其实你心里觉得蛮难过的，可能是指两个人渐行渐远，或者一直没有什么好的发展，有点难过，或者指的是。你有一度很难过，但到了最近，其实你觉得跟他当朋友也不错，就是不想要打破朋友的关系或者原本的关系哦，暧昧关系或者朋友、同事的关系，所以你一直都在思考下一步该怎么办，到底应该放弃还是继续？喜欢这个人，
到底应该继续对他好，继续付出呢，还是就果断的断舍离，放开就好？不确定哦。好，如果说有符合，我多多少少有符合的话，我们来看后面的牌。接下来我们来看对方对你的想法、感觉、打算是什么，以及接下来这个关系会怎么发展。看起来他的感觉是，他认为自己在一个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阶段哦，状态，很需要救赎。他觉得自己的人生现在好像很不顺遂、很衰，或者说压力很大。就觉得好像没有人可以帮他，或者很难有进展。他的人生状态，或者指的是工作，指的是学业。然后他每天都很辛苦的在工作，或者在思考他未来的出路方向。他很想要往上爬，很想要成功，或者他有一个很遥远的目标跟梦想。对于现阶段的他来说还蛮累的，然后他喜欢跟他的朋友或者跟你像朋友一样互动，所以可能你们很少单独相处，或者他每天都跟他的团队朋友在一起哦。那对于你们之间的关系，第一个解释，他本身是一个内心有一些伤痛的人，所以。可能是指孩童时代，就他内心深处有一些伤痛，譬如说，他的家人很忙，没有时间陪伴他，然后家庭比较多问题，譬如说是单亲家庭。所以，养成的一个习惯就是，他长大他也是一个工作狂，可是他的父母是工作狂，所以他也是工作狂。或者他，的这一些感受会让他觉得自己总是在一个没有人能够帮助自己的阶段，孤立无援，觉得自己从小到大就是靠自己。自己照顾自己，所以很多事情他不是很愿意去跟别人说。可能他会偷偷的观察你，或偷偷的关心你，但是内心深处的感受，他不会想要跟自己的另外一半或者喜欢的人说，或者不是很愿意分享内心深处的心情。同时，他也在跟时间拔河、赛跑，所以他觉得他没有时间，他要赶快，他要赶快成功，或者说赶快怎么样。好，所以简单来说，他现在的一个状态是他很忙，然后他心里有很多的压力、纠结，不是很想要跟别人说，因为他习惯压抑。好，那对于这段关系，他的想法、心态、打算，他觉得他现在的工作或者学业，他付出了非常多的努力，钱币八或者是一个项目 project，可是收获很少，或者现在在一个还没有看到收获的阶段，就是需要慢慢、慢慢、慢慢累积。然后他心情非常不好，觉得不知道什么时候是尽头。权杖八，觉得非常忙哦，需要很快速的去做出一些反应跟行动，所以觉得现在好像不是一个对的时机去谈恋爱，或者两个人总是在错过，然后在一个不对的时间遇到彼此。就很不巧，
或者他想要约你的时候你都没空，然后你想要约他的时候他都没空。吊人逆位，月亮逆位，但他也不是很想要换一种心态去看待这一切。就譬如说他是不是应该做出一些改变，或者工作跟爱情其实没有冲突，但他不是很想要去改变他现在的这种状态哦，就很忙很不开心，可是不想要改变，很不喜欢现在的工作，可是不想换工作，譬如说是这样子哦，就他很希望说可以就慢慢再看清方向，就他现在不确定他该怎么做，自己会心情比较好一点。总之就是心情很不好，很烦很乱。好，那对于这段关系他有什么打算吗？嗯，恶魔魔术师，好，他其实现在最在意的是自己的能力可以获得肯定，或者有一个成功的开始，可以看到自己是可以成功的，可行的，自己的梦想是可以实现的。我看到自己，看到自我，所以其实现阶段对于感情他没有什么打算，就他觉得他现在是没有打算或没有办法去规划。宝剑国王逆位，女祭司，他有思考退行，可是比较多半是在自己现在的状态该怎么做。我觉得甚至他在自己的工作上面也没有考虑清楚说要不要换工作，就他知道自己的这个工作现在的状态其实不太健康或不太乐观，应该换一种方式或者换一个工作转行还是怎么样。但一边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先存钱。权杖皇后，钱币四，所以对于感情的未来其实他现在没有办法给出太多的想法答案跟规划，但他的确觉得说这个关系有让他轻松一点，就至少在他很焦虑的时候，这个关系可以让他有更多的勇气去对未来充满一些乐观希望的想法，或者会让他想要重新开始哦，朝新的方向开始。所以看起来他对于自己的人生状态是不太满意的，可是他不是很想改变哦，还是一样。如果现在是工作狂，然后每天都要值夜班的话，他就是还是要这样子的生活，再过一阵子他才会想通他接下来要干嘛，因为不这样子去生活他也不知道该怎么生活。可能他从事这个行业或者他是一个比较稳定的人，他不太喜欢变来变去，不喜欢变化，或者就是懒哦，懒得去改变。那如果说你们是其中一方有其他选择的话，他的心态也是哦，他不太想要改变，不太想要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或者去做一个大的承诺，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明天要规划什么。再加上他本身是一个内心有伤痛的人，还是那个含义哦，圣杯国王逆位，塔的逆位，所以他个性本身是一个不喜欢去做出承诺或改变行动的人，宁可不舒服，忍受那个不舒服，他也不要去改变，有点固执。因为他很害怕失去哦，失去现在的，他没有办法去想象改变了之后会拥有更多更好的机会
或者会过得更开心，他没有办法想象。结论就是，对方其实有一点很多事情想要摆到烂掉为止的倾向。好，我们来看后面的牌，接下来会怎么发展呢？如果说他的工作啊，就算顺利的话，他还是会觉得自己没钱，或者说还是觉得不够。第一个解释，可能工作会有一些好转，或者经济状况会有点好转，可是呢，他还是觉得自己非常吃力哦，然后对于自己的未来或对于关系的未来没有把握。觉得应该不会朝好的方向发展，特别如果说你们其中一方是有其他对象的话，如果，他会觉得说不乐观或者不是很敢去面对这个问题，不管是你有其他对象还是他有其他对象，他都觉得对未来充满了悲观的想法，然后可能会疯狂工作，或者一方面会觉得自暴自弃，觉得自己。就算经济状况有好转，可是也算不上是成功啊，就会这样负面悲观。然后也觉得，如果说你们之中其中一方是有其他对象，他觉得这是一个很不道德的恋情、孽缘，或者内心有罪恶感。第一个解释，那如果说是你的话，就指的是他觉得不应该继续了。那如果说是他的话，他也觉得自己一直在做一个违背道德的事情，所以可能两个人会结束。如果说是有其他对象的话，看起来是会结束一阵子，或者就是等事情先处理好再说，先去面对处理自己的事情、自己的问题。如果说是没有其他对象、三角关系或什么其他复杂状况的话，那这一组牌看起来就单纯指的是工作。如果关系中有女生，或者说关系中其中一方会选择，就先保持距离会比较好。因为感觉上好像就是停滞哦。好，我们看后面的牌，所以看起来在一个停滞之后，感觉上会有好消息到来哦。宝剑侍者，钱币十逆位。好，钱币十逆位，感觉上不是一个很认真的讯息，但是呢，可能是关于工作，可能是关于跟恋情。工作都无关的一个无关紧要的讯息，一个无关紧要的讯息会带来什么呢？会让两个人重新考虑哦，或者会让第二组大家有机会重新考虑要不要再给彼此一次机会，就会有机会到来。或者在这个无关紧要的讯息之后，两个人都开始想象哦，是不是应该再给彼此一次机会呢？如果真的在一起会是怎么样？会经过这个思考、想象、抉择的阶段。第一个解释哦，这是第一个解释。第二个解释是会带来一个讯息，有对象、有其他对象那一方可能会。可能会恢复单身，这样讲好吗？恢复单身之后，两个人考虑要不要重新开始，会有这样子的机会。那看起来是第二组那家，你们可以考虑看看。宝剑七逆位，宝剑骑士逆位。然后接下来你会觉得说这个关系也没有太糟，不过对方好像看起来不是一个很牢靠的人哦，或者连自己想要什么都好像
犹豫来犹豫去，无头苍蝇，权杖骑士。可是呢，他的确做出一些改变，哦，有行动。哦，你也觉得说他好像是有诚意的，的确是有诚意的。所以看起来，如果说你们是彼此的前任或暧昧对象的话，有机会朝下一个阶段发展。圣杯十，圣杯侍者可能会交往、稳定交往或者复合或在一起。好，我们来看后面的牌，有什么其他讯息要给选到第二组的大家呢？是说在这一天到来之前，第二组大家一定要小心哦，或者说就是在有亲密关系之前，三思而后行。大家都懂，就是不要随随便便轻易的太靠近或者发生亲密关系，除非你确定两个人要的是一样的哦。好，patterns，小心，一样，或者说留意是不是你用同样的方式在约会、沟通或者谈恋爱，就可能你会把对方设定在一个跟你前任或前前任之类的角色上面，然后关系总是朝同样的剧本发展。或者你会用一些方式来，希望让对方更 care、更在意、更用心，但其实这些方式可能会把另外一半推远。譬如说，你可能会欲擒故纵啦，或者故意说一些话让对方生气、冷战等等。想一想，是不是有一些这样子的行为，明明是想要让两个人更靠近，结果却把对方推远了，不要再做这样子的行为，哦，除非你真的想要疏远。想一想哦，然后可以列出一些你觉得没办法接受的 deal breakers，比如说有一些行为，原则上就是没有办法接受，不然的话就算了，就分手。譬如说其中一方有另外暧昧对象、交往对象，那就是 no，no 就是 no，不要打破自己的原则。好，然后以及转换视角看待这段关系，或者看待你曾经的恋爱、恋情、过往伤痛，重新的评估你们之间的关系，以及重新的评估自己的角色，不要把自己定义在受害者、受伤的人，而是把自己定义在恋爱或者说你生活的创造者这个角色上面。当你对自己有不一样的定位的时候，感觉会不一样。好，那我们再来看对方有什么样子的其他讯息哦，看起来，他其实不太擅长沟通哦，或者他希望两个人可以友善、健康的沟通，或者在沟通过程中，可能他很诚实，但是会引发很多的冲突，这个是要注意的，所以可能你需要引导他，总之多沟通就对了。然后对方是希望两个人可以一对一的交往，不管你们之间是不是有别人，其实他对你的心意是希望接下来可以稳定交往，或者朝结婚为前提的方向交往。然后对方对于这段关系的心态是，其实他很享受你的陪伴，然后他认为你们是互相喜欢的，就一直还是互相喜欢的。但是，
但是什么呢？他其实有在思考，就一段关系要成功，或者说朝好的方向、长远的方向发展，是不是有一些必须的条件？他有在思考这一点，譬如说存款、房子、车子，他有在考虑这些哦。然后他会希望说两个人可以不要一直指责对方，或者这是他很害怕的，就是互相指责，这个关系变坏了是谁的责任，或者说到目前为止，两个人关系到今天这一步，他怎么做会比较好？其实他比较担心的是说自己能不能谈一个好的恋爱，或者他现在的状态适不适合进入一个关系，或者你适不适合跟他在一起，他有在思考比较长远的未来。某种程度上来说，他心里有点怪你，所以可能第二则大家不太确定他在责怪你什么，或者说在责怪自己，可以想一想。或者说在吵架的时候吧，就觉得你说的某句话让他有受挫的感觉，等等哦。但好消息是说，这段关系看起来会梦想成真呢、啊，会愿望实现，愿望达成，dream come true。你们有非常多的好运，以及你的愿望是会实现的，所以接下来就是一个好事发生的阶段。好，看起来都还不错哎，是不是有很紧张？想要听这些好消息之后有没有坏消息？对方有什么说不出口的真心话？I want to take care of you the way you've always taken care of me。我想要照顾你，就像你一直以来照顾我那样。I now see how easy to create wealth when you know someone like you to love。我现在知道，其实赚钱、创造财富也不是一件太困难的事情，特别是当你有一个人去爱哦，像你一样的人，someone like you。I'm amazed of how well you understand my feelings without saying anything。我觉得很讶异、惊讶，你可以明白我所有的感受，即便我什么都没有说。Melted，我觉得内心有被你融化。Our connection is complicated，我们之间的关系其实很复杂。There are issues out of our control，很多事情不在我们的掌控之内。You trigger wounds from my past that I haven't let go of yet。你碰触到了我过往的伤痛、创伤，我才发现我还没有释怀，还没有放下。Afraid to show you off，我不是很想要跟别人介绍你，或者晒恩爱，或者让别人认识你。Others will make fun of me or try to steal you from me，别人会取笑我，或者试图把你从我身边抢走，制造竞争者。I'm working day by day toward our future and our stability。我其实每天都在努力的工作，想要让我们未来会变得更稳定。Wanna spend more time with you？其实很想要多花一点时间跟你相处。You inspire me so much to manifest all of my desire。你启发我，触动我去做更多事情，去实现我的梦想、目标。Letting go of toxic situations and people。想要放开、释放掉所有有毒的状态或者人事物。Ready to put the past behind，准备好要放开过往了。
Maybe we are better off separated. 也许我们不在一起比较好。I remember how we used to laugh and talk for hours about everything. Miss you. 我还记得我们曾经一起笑，一起谈论很多事情，无话不谈，聊几个小时的天。我很想念你。I know that we are spiritually connected. 我知道我们其实在精神上是连接在一起的，精神上是很有默契的。接下来是我们的天使数字讯息，可以在我们的官网购买。5555 Great Changes， 接下来会有很大的转变变化到来。选到第二组的大家，你们可能会朝一个截然不同的方向前进，或者事情会朝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哦。你可能会选择断舍离，从很多跟你灵魂再也没有办法相融的事情事物中离开哦。你可能会选择放开你再也没有办法忍受的一些事情，可以想一想。444 Guidance。Angels are around you. 其实你也不用太担心，天使是围绕着你，保护着你的，然后也会给你指引。所以这些变化，其实你就迎接这些变化吧。对你来说是好的。2020 take a deep breath， 深呼吸。You are more powerful than you thought. 其实你比你想象中更有力量，更坚强，更有能耐哦。You are on your way to achieving your goals. 其实你在实现目标梦想的路上。Each day you're becoming a better person. 其实每一天你都在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哦。2323 Be kind. 对自己或对他人都友善一点。You will find a solution. 事情会圆满解决的。Be appreciate what you have.多想想你感谢的事物，生活中值得感谢感恩的恩典礼物。 Stay positive and optimistic about your future， 请对你的未来多一点正面的想象，或者说乐观的心态去看待你的未来哦。好，那这就是给选到第二组的大家你今天的解牌，非常感谢你的耐心观看。如果可以的话，请帮我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并且打开小铃铛。选到第二组的大家，如果说你有任何愿望，想要尝试看看念经许愿的方式的话，我们抽到的是大悲咒，你可以每天念大悲咒，在念完之后进行大的回向，回向法界、地狱、你的历代祖先、冤亲债主，或者有的人有无缘子女、无缘兄弟姐妹，也可以一起回向。经过这样子大的回向，你许愿的力量很大。你可以许愿祈求家人身体健康，工作、爱情、学业顺利等等，希望可以转运，创业顺利，或者在多久之内可以遇到自己的正缘等等。你可以每天这么做，每天念，每天许愿，每天回向。那就祝福选到第二组的大家，希望你们一切顺心、健康、平安。我们就下次再见了，拜拜。第三组的大家，首先来对应一下你跟你心里所想的对象目前的关系现状为何，你可以对应看看有没有符合。如果说完全都没有符合，请参考第二组或第一组的解牌。好，看起来这段关系现在的一个状况应该是结束了，或者对方没有给出答案，总是在犹豫不决、欲言又止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那在结束之前，其实两个人有发生一些争吵或者比较尴尬的谈话，比如说其中一方说如果怎样就算了，我觉得我们还是算了，然后对方没有回，一方没有回应，这样子一个状态之下延续到现在哦。那看起来是男生选择结束哦。好，这组牌还蛮直接明显，这是我们的雷诺曼牌，感兴趣的大家在我们的官网可以购买哦。好，那我们来看后面的牌，如果说有符合的话，
第三组的大家，你们对于这段关系的想法是什么？来对应看看。好，你对于这个人，你还是有很多美好的回忆，或者你会觉得说两个人就很像两个小孩，有一些还蛮不错的互动，是值得怀念的。但两个人一直没有跨越一个距离，就是譬如说朋友的距离，或者知己的距离，还是说就一直维持在一个阶段，没有办法突破跟改变了。然后你觉得这个人让你完全没有耐心了，完全没有爱了，就可能你的爱已经用完了，已经付出完了，你已经没有再多余的爱可以给这个人了，或者你累了。宝剑骑士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关系中的男生或者说其中一方真的太忙，或者他是一个很容易分心的人。譬如说他工作忙完之后，他想要去打球，打球完之后想打电动，然后打电动完之后想睡觉。情人节或者说各种各样的节日，他都不会把你放在心上，他心里只有他自己哦，可能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或者说可能他真的很忙哦。然后在这一直以来跟他相处的过程中，对第三组的大家来说，你会觉得自己好像被困住了，就这个对象让你觉得有点像姥姥，就是倩女幽魂的姥姥，就是一直把你困在那个地方，然后又没有要跟你在一起，或者说又没有要好好对待你，可是呢又不愿意结束的感觉。就可能你尝试结束，可是这个人就会把你再拉回去，束缚你，禁锢你，诸如此类，可能没有那么夸张啦，反正就是总是会让你离开了又离不开这样子，然后又不知道他在干嘛，他总是很犹豫哦，对于在一起很犹豫，对于结束也很犹豫。权杖骑士逆位，宝剑二，好，你会觉得说他好像总是有一些事情在衡量，还是说权衡，是在权衡你够不够好呢？还是说权衡自己够不够好，权衡自己有没有时间，还是思考自己到底有多喜欢你哦？你就在觉得说他好像总是在盘算，还是说他是一个常常有很多事情同时在进行的人，感觉上没有把你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面，总是让人有这种感觉哦。那还有一个解释是说，这个人的脾气也不太好，可能会让你很火大，或者也许他不会表现出来，而是用一种比较迂回的方式让你知道他不高兴了，他会讨回来。就是如果说你让他不高兴，他会下一次假装跟你和好之后再放你鸽子，这样子一个比较迂回或者被动攻击的方式。好，然后这个人你渐渐越来越明了。宝剑五，月亮逆位，两个人已经不太像是情侣，不太像是情人，而是有一点互相攻击的感觉，就渐渐这个关系演变成互相攻击，或者很难好好说话。他说的每一句话都让人不爽，或者你想要好好对他，可是你也说不出好听的话，因为你觉得他真的是一个非常讨人厌的人。总之就是慢慢会演变成互相讨厌，或互相语言暴力、语言攻击的状态。好，那选到第三组，大家这是你的心情哦。以上是你的心情，然后慢慢你也觉得说，你理想中的恋爱哦，其实是你可以自由自在做你自己，然后对方可以很平等的跟你分享真实的内心想法，而不是这样子犹豫来犹豫去，那么小家子气的人哦。好，所以在你眼中，你可能需要的是一个跟你各方面都很契合的人，那你觉得这个人各方面都跟你不太契合，渐渐有这样子感觉、觉悟或者发现。
那对方对于你是什么样子的想法呢？我们想看看哦。好，对方对你的感觉想法，先来看感觉好了。他觉得其实两个人的真实关系哦，就是网友、笔友或者会互相聊天的对象，或者很多朋友中的朋友之一。首先是这样感觉，他可能还蛮喜欢跟你分享一些事情的，不管你感觉出来没有，可能他分享的事情你不竟然觉得说是特别分享给你的。好，然后他觉得两个人第一个解释是有一点，其中一方比较幼稚，另外一方比较成熟，或者两个人家人之间的感觉，两个人总是会在发生一些事情之后和好，发生一些事情之后其中一方道歉，另外一方原谅，总是有这样子一个循环哦。像大人跟小孩之间的关系，小孩闯祸之后会跟大人道歉，然后大人会原谅小孩，就两个人关系总是在这样的一种循环之中。比如说其中一方常常说错话还是干嘛，然后自己会知道错了，然后道歉，然后另外一方会原谅。他觉得两个人关系是这样，那在这之后，他觉得这个关系越来越费力，就可能是沟通上面的费力，可能是这个关系两个人都累。他觉得两个人都累。累的点在于什么呢？他觉得对他来讲，沟通是很大的问题。第一个解释，两个人有譬如说是语言不通，另外一种就是两个人的看待事情的角度真的截然不同，所以沟通起来非常累。一方就比较跳跃性的思考方式，那另外一方就会觉得你到底在想什么啊，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可能会变成这样。好，所以他的心情就觉得沟通上面是很累的，是很吃力的。然后他本身是一个譬如说比较固化逻辑的人，就他会觉得说很多事情他已经够忙够累够烦，有很多事情要去操心，那他觉得说他忙好自己，顾好自己现有的一些事情就好了，就他的内心世界是比较固定或者有太多事情他要去想，他要去思考，然后他可能也有一点负面，会觉得自己就是最好不要去管别人的事情，比较闭塞，或他没有办法去想象别人的世界，是一个比较封闭的人，一直来可能是一个独来独往的个性，或者他会觉得很多事情都要靠他自己去解决跟承受，没有人能够懂他的世界，然后在这个世界他就是一个很孤独的人，很另类的人。所以可能他并不是很喜欢跟你分享太多太真实的东西，你们聊的东西都会流于表面，就可能只能聊衣食住行之外的事情，他不是很愿意告诉你什么感受啊这些那些，他会封闭在心里。然后他看到的，他比较关注的就是比较务实的现实生活的不易，就很多不容易，很多的压力，很多的事情。然后在他眼里，他觉得你是一个很有想象力的人，或者很天马行空的人。想象力很发达，好，但他觉得你一直以来跟他分享这些事情，你都有跟他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哦，或者就是没有太靠近，就你随时可以离开，你有在跟他保持一个
你随时可以走人的状态，在他眼中你有给自己留后路，然后他觉得这是一种拒绝的方式哦，就你也没有想要跟他靠太近。这是第一个解释，第二个解释是说，两个人之间就一直有一种安全距离，他也不想让你太靠近他，就两个人都不太愿意透露真实的想法，真实的想法会保留在内心深处，想要维持一个就是安全距离。好，那他对于这段关系的其他想法是什么呢？打算看起来是对方或你两个人会互相搞消失或他搞消失哦，然后这个搞消失两个人都很不爽，可能是就看谁先说话这样子的状态。对他来说他非常不开心哦，就是内心深处是很不爽的，或者他搞消失意思就是在表达他的不高兴，然后他对关系是有期待，希望自己在关系中是可以当一个被尊重的人，或者他定义的被尊重，他定义的被尊重可能指的是另外一半都要听他的，然后他喜欢说教，所以就是有一点以上对下的方式沟通等等。然后他同时有在思考说他到底想要的是什么，就是对于两个人之间如果说现在真的是已经结束或断联的话，他的想法是他有在思考自己到底想要什么，然后他想要喘一口气哦，可能是指从工作中，可能是指人生状态，可能是指两个人的关系，他都觉得他很想放松，他不想要被管，不想要去配合别人，只希望自己能够得到别人的认同。然后他慢慢会确定说自己要的是什么，所以看起来他看到的两个人的关系状态其实并不只是两个人之间的问题，而是他本身人生状态的问题哦，就是他到底想要当一个怎样的人，他现在的状态他到底满不满意，为什么一直以来都不是那么快乐，总是有种被困住的感觉，我总是不满哦，对生活或对自己。那看起来接下来他可能会选择放弃两个人的关系，或者是放弃两个人关系，放弃他现在的生活模式、生活状态、工作，换一种身份去生活，这可能是他接下来的打算，看起来是这样。好，那我们来看后面的吧，接下来这个关系会怎么发展。好，看起来其实之前两个人都没有说得很清楚，或者这个关系一直以来都是暧昧模糊，在沟通方面其实两个人都不确定对方真实的意图想法是什么，有点偏向是陌生人的关系，或者网络恋情，网络上认识的。看起来随着时间慢慢流逝，对第三组大家来说，你们也慢慢释怀了，就你可能会慢慢放下这个人，或者说已经慢慢放下了。虽然想到这个人，可能还是会有一些不开心或者遗憾。好，那未来两个人会不会有什么发展呢？感觉上可能不会哦，可能还是停滞，或者就像现在这样，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最大原因是两个人之间是有阻碍的，可能是其中一方的心理状态，或者经济状况，或者两个人之间就没有什么信任的基础，
有一些心结，没有办法释怀哦。好，那未来看起来有机会变回朋友。哦，这第一个解释，第二个解释是说，第三组大家你们可能会有机会找到一个新的对象，新恋情，然后这个新恋情会带给你非常多的喜悦，或者你会觉得说愿望实现了，这就是你想要的恋爱恋情，正缘，然后看起来很像正缘，所以选到第三组的大家，就今天还有一个彩蛋，就是新恋情即将到来哦。看起来不会太久，好，但这上面看起来没有看到时间点。保守估计应该是在明年的春天或夏天，第三组大家有机会脱单。如果说脱单的话，欢迎第三组大家来跟我们放闪哦，留言跟我们说你的好消息。好，后面的牌还有什么其他讯息要给选到第三组大家？其实你跟心里所想的这个对象，虽然未来可能不见得会走在一起，但其实两个人都是互相喜欢的。我内心深处一度是有互相喜欢，或者想到彼此那种默契。譬如你在线上的时候，他刚好也在线上，或者两个人不约而同说出一些一样的话等等，就像双胞胎那样子，两个人是有这样子的好默契跟心灵的连结，这个是真的。但是其实如果说两个人真的要在一起的话，会有一些可以说是经济上面的问题，现实层面的问题，或者对方的对于金钱的不安全感，会影响两个人的关系。这是一个解释。第二个解释是说，换言之就是对方可能不是一个喜欢付出金钱的人。那另外一个解释是，两个人其实都有一点互相对于对方的经济状况感到不安。我可以想一想，是不是有这样子的想法哦？也就是说，两个人可能没有很适合，或者现在是不适合的，或曾经不太适合，就曾经可以在一起的时候有那样的时机，但现实上面的一些问题很难突破。好，还有就是第三组大家留心自己是不是在恋爱中有一些固定的恋爱的模式哦，就你对待别人的方式，可能是指你为了让对方更在意你，会做一些比如说欲擒故纵啦，故意拒绝啦，或者冷战、断联等等这些事情。如果说这些行为哦，这些模式如果每一次都是一样的结果，就最后两个人不欢而散，想一想是不是可以换一种方式去沟通，更友善、更健康，或者更有爱的沟通。你可能在沟通上面会让对方误以为你在攻击他，说话方式。好，那对方对你，一方面他觉得你有疗愈到他哦，两个人的那种默契、互相喜欢的感觉，其实他也会记在心里。但是他某种程度上来说，觉得你有在责怪他，或者你的态度让他觉得你怪他，然后他也责怪你做的某些事情或你说的某些话，所以看起来两个人是有互相伤害在说话上面，然后对方其实很讨厌被消失哦。可能第三组大家你们有一阵子，比如说不想说话，对方会感受到一种被丢下、被遗弃的感觉。那他曾经其实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或他的父母有让他有过这样子的恐惧，所以其实对他来讲，这就是一个他再也不想要回到关系的一个地雷，就是搞消失或者放鸽子，可能是指你，可能是指他。就当他觉得自己有一种被丢下、被遗弃的恐惧浮现在心里的时候，他就会想要结束关系。
会很快的离开哦，很快离开，然后再也不想要沟通，逃跑。所以当他如果做过一些什么对你主动的行为，或者对你示好，表达一些什么的，表达爱意的行为，而你选择逃跑，或者你犹豫了，他就觉得这是一种被拒绝或被丢下。那他为了不要到最后自己是被分手的人，他会选择先赶快离开。好，所以选到第三组，大家请你们多用另外一个角度看待跟这个人之间的关系，或者看待爱情，也许会更释怀或者更轻松。那就是这样，对方有什么说不出口的真心话，一起来看看吧。 Actually, I'm not sorry for who I am. I'm sorry that I'm not sorry. 其实我并不会对于我是一个怎样的人而感到抱歉哦，这就是我，我就是在做我自己，所以其实我不觉得是我的错，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错。 I'm learning a spiritual lesson. 我正在学习提升我自己的灵性，我正在上一个关于身心灵的课程，或者正在学习这一方面的知识。 You make me feel safe and nurtured. Your love makes me feel like home.你一度让我觉得感到有安全感，以及被照顾，被给予了很多东西，就像妈妈一样，就有一种母爱。你的爱让我觉得好像似曾相识哦，有家人的感觉，被关心，很温暖。You are the only person who truly gets me. 你是唯一懂我的人哦。Even though I don't show it, I am sorry for how things went between us. 即便我没有表现出来，但我还是觉得我们之间变成这样，我很遗憾哦。I know I hurt you, I don't want to hurt you again. 我知道我有伤到你，然后我不想要再伤害你了。I'm looking for something new. 我在找寻一些新的方向，新的事物，或者说新的朋友。I'm not the same person. 我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我有得到成长。Please give me a second chance. 请给我第二次机会。It all comes down to timing. 我们之间会变成这样，其实很大一部分原因是 timing， 时机啊，遇到时机不对，或者错过了时机。In the past, I was making choices in a clearless way. 之前我都是非常不注意的在做选择，做决定。Now everything I do must have a deep meaning. 现在我会比较认真的去思考背后的含义。我一切该怎么做？我这样做的行为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现在比较懂因果了。I don't know if I can meet your expectations. 不太确定我是不是能够满足达到你的期待哦。You are so beautiful inside and out. 你是一个内在跟外在都很美丽、很漂亮、帅气的人哦。是数字讯息，感兴趣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官网购买。首先是4444。Face the problems, 面对问题哦。Focus on what you want, 专注在你想要的是什么，想要的事物。Law of attraction, 吸引力法则。好，所以如果遇到什么样子的问题，不要抱怨，不要
马上有负面的想法哦，专注在你想要怎么做，专注在解决问题上面做就对了。八四四 ，be practical， 务实一点的思考 ，be honest with yourself， 对你自己诚实坦诚。Start pursuing your heart's goals， 追求你内心深处的目标，你真正想要做的事情。Make the best decision for yourself， 为自己做最好的选择跟打算。所以看起来，从务实的角度上面，以及你真正内心渴望的是什么，你可以想一想，可能指的是生活，可能是指恋爱，这个人是不是真的有让你感到开心幸福呢？想一想。2222 Be patient， 耐心一点哦。 Steady progress， 一切都会以一个稳稳的速度去进展。 Keep working toward your goal， 继续朝你的目标前进努力哦。 You are headed in the right direction， 其实你正在朝一个对的方向前进哦。202 Revival， 重生、蜕变、复活。 Divine timing， 一切都有一个神圣的时机点。 Unpredictable challenges， 可能接下来会遇到一些意料之外的挑战，但请你一定要有耐心，并且 wait for the right moment， 等待最佳时机哦，等待对的时间，一切都会有一个最好的安排。如果说什么事情延误、延期，或者有些事情一开始不顺利，好事多磨，记得一切都会在对的时间去发生。333 Hope, balance, life choices， 请你一定要怀抱希望以及维持一个平衡的生活状态哦。接下来可能会有一个阶段是需要你去做出一个关于人生的选择，但你也不用太有压力。 Be yourself， 当你自己就可以了。 Spiritual awakening， 在这个阶段你的灵性会得到成长跟醒悟，可能你会意识到你需要多花一点时间去享受生活，要让你自己去有时间玩乐，有时间享受生活，享受一杯咖啡，享受闲暇什么也不做的时光哦，享受呼吸。那这就是给选到第三组的大家，你今天解牌了，感谢你的耐心观看。如果可以的话，请帮我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并且打开小铃铛。第三组的大家，如果说你有任何愿望，想要尝试看看念经许愿的方式的话，我们抽到的是大佛顶首楞严经。好，我会把读诵的连结，是建辉法师读诵的连结，贴在时间轴下方，感兴趣的大家可以点进去跟着读诵哦。或者你有时候心烦意乱，你听一听也会感到非常的喜悦。好，那你可以每天读诵一部分，在念完之后进行大的回向，回向法界、地狱、你的历代祖先、冤亲债主，或者有的人有无缘子女、无缘兄弟姐妹，你也可以一起回向。会像你的现世父母、七世父母等等，经过这样子大的回向之后，你也可以许愿，祈求家人身体健康，希望工作、爱情、学业顺利，或者在多久之内遇到正缘等等。那就祝福你喽，希望你一切顺心、健康、平安。我们就下次再见了，拜拜。